据台湾媒体报道，作家导演九把刀自从爆出带中式女记者周庭宇上磨铁后，和正牌女友小内的感情发展动态一直备受关注。而他4日晚间出席柯震东在实践大学的演讲时，被现场同学询问感情状况，他当下坦诚两人已经分手了。经过一整晚被媒体的追逐，他5日凌晨4点在脸书写下217字短文，首度解释两人的现状。九把刀5日凌晨4点与脸书po文写着，关于感情，只想简单说，先前我和小内认真讨论过后，决定还是分开比较好。现在和未来都会维持得来不易的友谊，彼此加油打气，互相祝福。又，其实我们分开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，只是小内不是公众人物，希望大家不要叨扰他，而我以前对感情发言太多，反省过后，这次希望少言是比较成熟的做法。毕竟我们没有打算满足其他人的好奇心。只想谢谢周遭所有朋友的关怀，未来我会持续写作。